请收看《卫星世界儿童学易经》。
小朋友，现在和我们一起念乾宫八卦。乾为天，天风动，天山遁，天地平，风地宽，山地阔，火地静，火天大有。对宫八卦。离宫八卦，离为黄，卧三绿，卧风静，卧水未进，山水忙，风水坏，天水盛，天火同人。正宫八卦，震为雷，雷地狱，雷水现，雷风横，地风生，水风起，泽风大过，泽雷水。巽宫八卦，巽为风，风天降雨，风火加人，风为翼，天雷勿忘，火雷噬碰，三雷仪，三风补。坎宫八卦，坎为水，水则乾，水连坤，水火既济，则火刚，雷火刚，地火迷离，地水湿。艮宫八卦，艮为山，山火并，三天大事，山则损，火则毁，天则绿，风则生福，风三见。坤宫八卦，坤为地，地雷动，地则离，地天大，雷天大转，则天化，水天时，水地理。我们再复习一次哦。对宫八卦，
师姐，我们也一起手动一动，跟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互动。对。